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吧，狮子狗，对面有机器人在啊！敌军还有三十，埋伏一下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他们可能绕一圈过来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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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的 W， 你在 W 你的那个。没事，我可以跳槽。他的眼怎么接？嘿，好 W， 这守约二技能给的不错啊。这寡妇可能会来我们野偷野，看一下，直接红开。没有，没用皮肤少十点，我用了呀，是对面没用啊，我这多了二十点。我二十点对对面十点，那我不是等于还多了十点？没用的是对面。我这把用了两个。套索打击，你还敢跟我打？你死了！哎，专注机器人，谁来玩追不追？一眼。不回头，那走吧。这寡妇从上往下刷的，上和气还有。
那寡妇这我可能在打 F6。跟他同步的 F6 打完。他要来了呀，人。可能在隔壁，我瞄一眼，他没地方去的。说嘛，小宝贝儿，行，他这个减速有点动不了，等于他这个碎 W 的效果应该是有加强过，记得他以前没减速没这么多的，这不杰要回去了，寡妇带的扫描没眼了。技能栏先别急，这时候再开啊，直接走了，那就只能杀永恩了呀，跳槽再 Q 他，这不能怪我吧，寡妇他自己跑掉的，这个杰肯定要回家，他就一把白剑，他裸装出门装的，直接跑下路去了，我去了，不战而逃，他当逃兵了，他去借东风去了，这永恩毙了，他应该会发现这个影，所以我们在身上再带个眼备用一下，待会进入伪装状态就会发现这个眼。那这波应该是要来的，到六级了，但是我们大招能让他显形，来个照妖镜，开自信翼让他大步走，这么稳，他进来再四星跳爆金币，当寡妇会尝试一下的，哪有见面就交大的，他那个血量还是挺健康的，再来个火龙，你别说寡妇好像还真是妖怪啊，背景故事里面他叫什么魔，
就是你们经常看到那个动漫里面的那个，再解一下回血，怎么血越打越多、啊、哎，一起吃吧，有点危险。又是满血交大，刚好我 E 的时候给大了，不过我们辅助 残血他这波开大是正常的。走吧走吧，我想打，这永恩有段时间没杀了，应该值钱了。让我看你是多少钱，等他把 Q3 给了，让他死了。一丝血。给他盾打开了，我这装备双四星，他不应该能活得下来。我点了个绿色的，让他把 W 打开了。永恩又要吃了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小伙子还有三十秒，塔皮是不是很心动？心动就对了，心动那你就行动起来，我们撂他身后去。又是我打的一丝血被 K 掉了。难受呀，早杰拿下最后层项链吧。下路两个没位移的，对面一个机器人是这样的。找一下寡妇，我觉得他会来刷野。哦吼，让我看一下，他肯定没大的这波。他抓过下路，大肯定开了。来一下，来一下，给你看看宝贝。他把大路开了，炮手打击。这能让他扭了，那没过来，准备好，
没过来应该刷下面去野去了。整个大再涨个四星了，有点不想杀永恩了，他不值钱，看他自己来不来吧。没人吗？不是没人，他藏在草里面去，他马上结束了，拉个进去。他刚才根本就没想跑啊，他在上路那个厕所里面。这个杰有点油啊，想杀他一次有点难。跑，再跑，进了草你还想跑？终于让我逮到你了。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人的手掌心。哎呀，小队，一个套头打击，一次 WW。我要买个装备了，来个圆弧，开始杀猪。想 WR 秀我这个了，直接走就行了。不是，机器人的积分还能把先锋敲起来的。没大这波，至少带到草里面来，我杀个大就好了，跟他追一下，被看到了，有这波有点明显了。我真想杀队友，你走，那你不走我就只能杀你了。把路挡了，
这不手速慢了。来个夜刃吧。有夜刃在，待会不会被打断。伤害这会够了，增加下容错率来。刚才犹豫了一下，我在想这个姐为什么敢一个人过来的，但是他一个过人过来我也能秒他，不管他几个人先给他秒了再说，把他秒了进入木刃的被动，然后再刷新一下啊。要不全给他躲，这波吃到感觉还真会死。来个铁板靴吧，可以再来个十五，先出一个弹锤，打团就先秒着寡妇就好了。对面多 AD 少 AP， 我们出装就针对 AD， 打法就针对 AP， 这样的话只需要出一种抗性的装备就行。这杰身上有双 buff， 这玩的还行啊。但是没用，定到直接秒。就是这个钱，跟着过。没这个盾，这波就搞了。五打四啊，五打四啊，来人！开大给你们开视野，冲！击飞，再击飞啊，再击飞，我这个昆奇人一直盯着我，烦死了。但是没必要先秒他，杰可能来了。大招找一下人，有人隐身了，但是我能看到他，
他跑来直接开龙把他吓跑就行了，我开大对面全跑了，一跑了我就打龙了，这大招就起到一个战略意义了。没必要追他，给他走，先杀他队友，不要出来，开大招，这是你怎么走呢？啊，你怎么走的啊？叫破喉咙都没人来救你，他刚才想闪现二，直接把龙抢了，滴血量的话，他二伤害很高的，这个点应该可以大个2000血左右吧。比惩戒要高，等队友把塔拆了我们再开啊。有操作呀，保护马上要出来了，攒个四星，对吧，等着寡妇出来，先别急，刚说完就来了，我能看到他。你点呢？我可以保护你的。定住了，吃啊，半血。来个跑酷甲，这样移速拉满，这样又漏又输出，能秒对面的同时对面还秒不了我们，又灵活，再直接开啊，去找人，寡妇可能在，我又看到他了，他露底了，你跳过来，我那个别急，这时候在 W 回血，这时候在 W 回血，再看啊，再跳，给他举了，再看，管管，五杀了。上班了没？跑酷甲立功了呀，这卡尔玛在给我回血，不对，好像只有加盾没回血，这波吃了有将近10000的伤害吧，这 W 血是自己回的，还有最后半小时双倍亲密度加1元粉丝牌啊，这荧光棒没送可以送了，送一世的6就可以卡牌子了，哇，这一个人伤害比4个队友加起来 还高吗，这4个队友加起来才打了5万，我们一个人打了6万5，回放一下吧，那就回放一下吧，其实这种镜头啊直播间每天都有，不信的话你点个关注每天来啊，这个说回放的一看都是新观众了，等一下我切个屏了，不好意思，700，这波先切得来稳，然后进入隐身四星先别用，等他们技能给了再用，然后掉了血比较多再回血，再回再四星，这波很关键，锁血加上15借的血，这15也很关键，
等一下，这波十五回四百了，不对，切死德莱翁前应该这么看。永不动摇。感谢 UFO， 就是四百啊，送的飞机啊。感谢各位网管的飞机，谢谢 UFO 的飞机啊。刚才四百多锁住了，然后 W 回血加十五回血，谢谢 UFO 的飞机。又回了两百多，264，然后还有一口，掉之后掉了158，回了一大口995。哇，十五借了800血 ，crazy， 这十五立大功，这波全靠十五，这不回换不知道，一回换都吓一跳啊！来个两倍速的。这十五太关键了，借了这么多血，又回了这么多血。我们最后的时候才158的血，十五给我借了800血。你只要参与击杀的话，就可以抹出这个流血，就等于白借了血。瞬间回了一大管。我说再开二，杀寡妇，然后再杀这个鸡。再刷新大招，直接三个大一波团战三个啊，直接回满血了。我们看了那会儿400血，再打完一看，直接回了1200，这还是被削了一半回血的情况下，以前的话是2400。最关键还是大头还是借的血，这波借血也借了有个2000-3000了吧，再加回了1000多。哇，这不得了，说吃了10000伤害好像也没毛病。